对，这个鸽子厂是我们家附近这一片规模比较大的一个了。哎，小三，这个鸽子我看得很挺不错，我想给它买一片，多少一个？哎呀，这个恐怕买不来。这是生孩子的种鸽，这个不卖的。对。哎，大家兄弟，不要给你搞。给我洗一下。不要给它关氧气啊。哎，小三吗？哎。我们找一下老板来。行。哎，杨哥。哎，小子你过来。哎。哎，飞姐，那你们这人过来。对，这个是卖锅子的。哎，这是我卖锅子的梁兄。飞姐，哎，这个你认不认识？这个是我用草地这个土特产。对，高粱。对，这个小麦，这个玉米，这个黄豆。对，我感觉这个给菲尔煮稀饭的。哪里？卖锅子你去。来，拿个饭本，你去背锅子，让我去给你煮点锅子吃。不用，你都过了。过了。喂呀，喂。喂呀。喂呀。喂呀。来，你给他放哈。啊？好不好玩？这两锅拉开，你在那边等我，一直来吃。没事，这鸽子不怕人。他已经来了。老李，我给你做了，你说你来吃锅，你别吃饭了，你看他跑了。这东西别去看，走走走，到屋里喝点水去。哎呀，算了，哥，你太客气了。怎么样？我一个门，刚好新产出来的。我去捡点蛋。捡点蛋了，没有蛋。我带你们到锅里边去捡新鲜的。好。啊。长快看见了吧？他等我一直在。又长还得一段时间。你看我菜籽都快熟了哎。啊。你看这菜籽儿。是的。是吧？是的。嗯。这片还真不错。飞利，你看这儿还有孩子。哇，有小孩子。小孩。蛋哇！鸟哪里？小鸡蛋，没有。没有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试一下。爸爸。爸爸。有点害怕。看我，就是看我。快点。出来了。哎，这有两个。我试一下。快点，我看看，它死下来了。你看看，它掉下来了。你找不到天道，天道。往这边走。哇！哇！要不要？哎，这个蛋刚出炉了。小三哥，你要不要把它喝了？这个绝对新鲜，给菲儿留着吧。爸爸，给爸爸，给爸爸。一袋鸽子一个月只产四枚蛋啊。鸽子天天生啊。鸡天天生啊，对啊。他们这会儿早上捡过一遍了，所以说这会儿蛋比较少。如果我们早上过来的话，那很多的。也是对我差不多。菲儿，你看这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是专鱼的。哎，你有点聪明。专鱼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你说这里进去，它不会出来了。对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放在那里。抓泥鳅，抓黄鳝。放在这儿，锅子煮好了。来，你别炸，来。谢谢。啊。妈妈，我给你剥啊。啊。来一下。这个里面像那果冻一样，好嫩呐、啊，看起来。你看它这个透明的地方都是蛋清儿。一口一个，爹呀，你住这里吧，养不起你。一口一个，平时都用这个盒子装的，哎，这个装的不会破。嗯，你买这么多干嘛？这个我送给你，这个给老五，这个给汤主都先吃，这个给芊芊。哇，小林哥，非常谢谢谢谢谢谢，但是不用了，你拿回去给豆豆他们吃吧，我随时想吃，我们随时就来了。我送了你来买，不一样是不是？做好了，我吃就行了。对啊，你做好了，我们上去吃就好了。就是那，现在就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哪儿去的？都是自己的。好，好，两位走。好，你不走，应该骂你，骂你的。好，来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来都来了，已经到家门口了，一块儿到我们家吃个饭去。正好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陪陪孩子，大家一块儿聚一下嘛。吃一顿。行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走吧。
走啊。到底要走走边？你抱着我，他害怕你啊！可能有点认真。有几个小时？我不抽。几个小时不抽就好了。这人我不抽的。小美女，马上来才回来呀、啊！哎，你这个茶叶好啊。也不算好，也不算撇，送的吧。这都是江家品茶叶啊。这是江家品茶叶。嗯，走，贝尔到屋里边去。要给钱钱，你看来不来嘛？让他带东西，还谢谢你，谢谢爸。菲利太客气了。谢谢。哎，我给嫂子还带了东西，在后备箱里，我忘记拿了。不用拿了，老李。哎，我去拿。不用拿，太客气了。当，哎，嫂子给你专门留的。哎呀，打开看看，一定喜欢。姐姐，阿姨放你们好东西。哇。哎，这不是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韩束红蛮腰礼盒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嫂子不愧是生花有眼光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。别客气别客气，拿着。那我就不说客气的话了啊。你们18号直播的时候，我带着我的小姐妹进去直播间扫货。好，扫货谁？感谢嫂子。哎，你们家还是开商店的？是，还有菲儿，商店是。想吃什么随便拿。菲儿，快进快进。哎呀，这个没事，小朋友们。去吧，让菲儿拿点吃的。这是小曾叔叔的，不要客气啊，随便拿，随便吃啊。那你这么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再跟我客气就见外了，真的。别见外，你到小曾哥这儿了，你要像自己家里一样。对，你想吃这个，你就吃这个；你想吃那个，哪里就吃那个。家里面是随便的，咱们随便吃。算了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坐坐一会儿啊，来坐啊，来。你坐啥？这是我挂的菜，这是河山的啊。这个地方啥都缺，就是茶不缺。你这口茶叶还好喝不？咦，还可以啊。爸爸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天天一直喊爸爸，爸爸。接吧，接吧。咋会叫？会叫。姐姐叫姐姐，姐姐姐姐你好。是，小钱钱都会说话了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不是，他会说了。会不会说，菲儿？我刚说他不会说话，他生气。姐姐，现在已经闹脾气。小钱钱在家天天吃零食。他现在不吃。飞呀、啊，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叫钱钱。对，钱钱。钱钱叫姐姐。叫姐姐。啊，钱钱走，阿姨陪你去转一下钱钱啊。他害怕你。他怎么怕？你看，阿姨带你去转一下，飞呀走。等你老了之后。来这个地方，这边就是你家的房子，这边就是茶馆。坐在这儿，渴了喝点茶水，饿了嗑点瓜子，困了就在这睡。为什么我得老了？为什么得老？我得老了。对，他现在大一点了，然后就是见了生日之后抱，当时抱着他哭。既然神奇的是你抱他，哎，他是一个阿姨，他不会哭啊。啊，这个地方简单。嗯，确实。之前我们来没有在后面转过。嗯，看最近变化挺大的，去年这边修了栈道。我平时每天抱前面的茶山绕半圈。这里挺好的。站在这儿，我就特别想喊一嗓子。是吧？来呗。哎，你好吗？哎，这个地方好漂亮，我想拍个照片，其实我手机忘记了带一下。他算了吧，你都给我拍了，这个就是出来了。像素太高了是吧？对，不扛揍说明。我们试一下，要不你比个耶试试。先跟这儿，来，3、2、1。这个样子算对你才最好。菲菲，你又忍不住要干活了。我看看这个好茶耶，老李他采茶也好慢的，他这个样子采，这个样子。好嘛好嘛好嘛，不知道才这个样子快一点。哇，这个样子好快好快。你这已经很快了。我采的都是小叶子，看你采这么大的叶子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茶叶和这个茶叶不一样了，这个茶叶挺贵，这个便宜一点。对，这个是安康
陕西。对。下一呢？平利，这个天气才还刚刚好，一点都不晒。对，小帅，你会不会炒菜？我不太会。现在年轻人，我已经很少会了。你也会不会？我会一点点。我教你吧。不会。下次我请教一下你。对，你问哪里？我手不错，我自己夸自己。还可以啊。还可以。真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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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。对，我们前面那个宽度拍个照啊。下面拍的好漂亮。哎，你看这个照片，这个是雨过天晴的样子，这个有雾在山上，特别漂亮。来，贝尔笑一下。哎，小三。哎。你给我拍一下。好的，来，三二一。费爷，前前好喜欢你。我好棒啊，是不是？快走路。费里，小李，饭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吧，费爷，吃饭不积极。好多吧？不多。没有菜，没有。这边弄了几个简单菜。你来吃，你来嫂子去。你看我在吃。哎，还是嫂子对我好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对，反正你当自己家，老李说了，当自己家里一样。对，我先吃了啊。吃饭要积极。老李，对，这都是我们这儿家常菜，看你喜欢吃什么，自己吃点啊。我让小豆子来你家就跟自己家一样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老李，在抖音上我看你那个山上挖的野菜，这个也是野菜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阿姨，你蘸个鸡爪啊。这是咸的。你不用咸，这个不辣。来。那先吃给你。咦、哎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先吃着，吃着。哎，对，真听话是吧？真棒。来，这个社会化的。